具惠善、安宰贤彻底撕破脸，邻居不及状态，一脸不幸的样子。近日，韩星具惠善、安宰贤金钻三年婚变，曾是外界称羡的银色夫妻彻底撕破脸。被逼迫离婚的具惠善更痛心揭开安宰贤超扯离婚理由，嫌弃具惠善不够性感的事情，更是让一众网友看后大跌眼镜。大批网友更气愤，要求他退出综艺《新西游记》与《有缺陷的人们》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双方这场离婚事业也还完全没有结束。8月24日，据韩国媒体报道，韩国一档节目也是就此采访了具惠善的邻居。有人直言具惠善、安宰贤平日都是分开活动，安宰贤和大家相处的不错，具惠善则鲜少与大家交流，且总是一脸不幸福的样子，看得出演艺圈生活很累。